灵啊。民进党政府做不到了。随着时速300公里的高铁，去体验不一样的台湾。我从新竹坐高铁到南科开会，来回只要2个小时。厂商进驻的速度很快，生活水准都提高了。南科好像都有活络起来的感觉。台中到南投都很快速了，比以前省了很多时间了。有这个园区，我们就可以跟世界接轨。我们从自来水用到的那个水的品质是比以前好很多。爱河很干净，像我们现在就很喜欢来爱河这边玩。欢迎大家来了。努力看得到，台湾在唱衰声中持续进步。